哎，只有我是不是？我也是大家一起，上次不是大家一起吗？好，欢迎收看 Game On 的夜。好，那个又是礼拜二了哈。到礼拜二晚上。没错，那那要习惯了吗？在第二天，才第二次就问人家习惯了吗？那这次会比较好啊，上一次太常低头了，这次会改善。低头？有人说你太常低头。对，就是一直看稿，因为怕念错，就一直看。你不用怕、啊。是会觉得有点紧张。对对对。搞这些。今天有没有好很多？觉得有，大家让我很放松。OK， 就是放松一点啊，直播节目也不用太那个。当自己家的。好，我把稿放下，今天就要给你们了。好，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弄个段落。哎，无法。叫个吃的，突然变得好严重的感觉。没有啦，就是。来近况。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我们来近况更新一下好了。好。就是话说，上个月最后总结是六探赢了。所以我们这边有小礼物，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影片礼物，出现了，出现了！我真的给哇塞，这个礼物。礼物不错哎，所以里面有刀子是不是？对，接下来你就要戳戳乐，你要跟他玩。这个已经被咬成，这个已经被咬爆了哦。棒，它是可以自己组装。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刀，但是他们已经煮嘞，已经帮你煮好了，你等下就这样拿回去就可以。它有底的，哦，所以它可以换成有没有底这样子的底座。猫真的会乖乖在里面的吗？不一定，不一定。有一些会喜欢纸箱之类的东西，对不对？没有，猫就是你买给它的东西，真的要看它心情的、啊。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进去这样。一辈子都不会进去，买那个玩具就跟你自己的玩具一样，它从来不玩。我又进不去。哎，话说蕾蕾跟探探现在有没有比较亲了？哦，一直都没有啊，一直都没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试图让他们其实没接触？我觉得他们没有比较亲是正常的啦，就是我不知道哎，因为现在还是第一只探探会比较害怕，可那样就比较不对，因为他是后面进来的这样子。那正常来讲应该要就是。这是没有办法。哇！那是乱入啊。没有，就是讲到哪里，要不要打岔、啊？年纪大了。突然忘记，我说磊磊跟探探，磊磊跟探探。因为探探还是很怕，他还是觉得磊磊是入侵者这样。嗯。对啊，只要哪有一天就是探探比较勇敢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让他们再多接触一点。所以不会有出现那种大猫照顾小猫，或是母猫才会照顾小猫吗？这个，那感觉他原本就认识。我不知道哎，我还是说小猫要够小。我觉得猫咪好像没有在，除非是就是母猫跟它的小孩这样，不然我觉得猫咪不然都不可能就好像没有在照顾的。只要你是路人，我就是把你当。哎，请过，请过，请过。来来来来来来，请过前面，前面，前面。你们在录影吗？请过，请过，请过。我们在录影呢。哎，请。哎，拜拜。知道我们这边的棚大概有多拮据了，休息室要穿过去没有啊？对啊，就是，对啊，而且现在刚好两个人都轮流生病，嗯，因为来到家里就两个字都压力大，你知道吗？猫压力大，抵抗力就会下降，然后就会生病，然后探探就我今天才带他去看医生，就好像喉咙发炎这样，因为他突然变成一只好像老猫的声音。我就真的声音变了，对对对，所以它声音会沙哑，会沙哑啊，但会沙哑，还没，就是一开门就，那原本的声音，原本就是很，原本就是很小猫，原本是喵，对对对，就是很这样的，很，然后现在就，现在，然后我就抱他说，嗯，哎，探探怎么样啊？听起来喉咙痛，有种狗在低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说，哎呦，好可怜啊，带他去看医生这样，对啊，就慢慢调试一下。想问一下，大家都是公众人物，要怎么适应私生活被放大这件事情？嗯，无法适应，没有，无法适应。我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对啊，就是我自己
其实也不太会做什么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所以很难被发现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啊，我觉得那个实况组这一部分好像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在开直播的时间很长，然后就是其实已经没有私生活，对，就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就是在做自己这样子，对，是，对啊，所以私生活我们什么吃饭怎么干嘛聊天怎么干嘛通通都在做实况，所以也不会那种啊出去买个臭豆腐要被人家拍照那种，因为很正常啊，我们也就是我们都自己拍的好不好、欸、拜托，平常人家都是跟拍，我们都是自己拍，哎、欸、你看看我现在要下楼买那个臭豆腐咯，这样，但是我觉得不会，就是道德标准这件事情会被放大解释，是一样会有像公众人物一样的道德标准，对对 对, 對，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太一样，大家的价值观啊，到的就观众每个人，有些人觉得太离谱的，我是觉得大家都大概其实差不多，但是总有些人会特别的，可能他自己真的做得很好，比如说他不讲脏话，他不什么什么，就是他有自己有一些原则，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也不应该，或者是啊，你是公众人物，你讲脏话，我家小孩会学什么之类的，就这种的就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嘛，因为观众的人很多嘛，但大家的标准本来就不一样。我觉得那就是观众他们会自己去选频道看。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就像是今天有一台就是播那种限制级的，这一台就播普遍级的。对对对，然后如果你就是普遍级的实况组，就会有普遍级的观众这样。对啊，对啊，对啊，但就对啊，可是有些观众就是会比较挑啦。是，对啊，就比较严苛一点。对啊，有些比如说我就这样，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像我可能会啊很注重啊，比如说我开直播的时候很怕得罪人啊，这怕那怕，也有人会说我很金啊，或我很假，就是另外一边，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两边都会有人。很敢讲的，他就说你乱骂。对，然后随便讲就说，我觉得你不该这样，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怎么这样嘴别人？怎么可以这样乱讲话？怎么的？就很多啦，大部分都不一样，所以就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当公众人物当然就是小心一点嘛。讲话还是要小心，对啊，对啊，对啊，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就是拿来断章取义，截取你这一段话，断章取义之类的。真的，那不管是打字截图还是录音那种，对啊，对啊，录影存证，这个倒是要都做好了。也我觉得也不是假不假的问题，就像回家小时候在家里就不会跟爸爸妈妈讲话，就不会讲到脏话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开直播的时候某些东西就是。不要拿出来讲比较好，我觉得啦，容易被人家就是断章取义或什么的，是这样。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但是观众，因为观众也不会说去问你可能家里或是跟感情相关的问题。会啊，一定会问啊。那你会避而不答，还是说你就是侃侃而谈？应该也不会回答太多吧，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其实跟他们没有关系的，对，就比较不会去回答，稍微讲一点点。还有一些也是礼貌的部分啊，比如说你薪水多少啊？对啊，对，之类就很多啦，很多人会想问，可是他们也不一定是没礼貌还是干嘛，有些就是他们就很想知道年纪比较，或者是年纪对到底哪个比较之类的，或者是年纪真的比较小，他们觉得像我小时候我也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问别人薪水多少，对，可是长大就觉得这是礼貌，就算是朋友之间，这就像在问女生年纪。到底几岁一样，然后过来就说：“哎，刘探你对，或是哎，刘探你到几公斤？”对，就没事这样问，莫名其妙。就是，对啊，有一些，而且每个人有些人会建议，有些人没差嘛。但是就，所以我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当作没看到。就有些是问啦，比如说你赚多少钱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问一些。我这种一定都官腔回答，我还是回答就官腔回答。怎么个官腔法？就是还行，还行。你猜猜，不好说。就是这个都是不一定，选手打得好，钱一定比较多啊。实况组，啊对对对对，接的东西比较多，钱啊都是模棱两可的。实价，也是。你什么在什么位置赚多少钱呢？哦，对啊，也是啦。啊，最近太平洋职业锦标赛大家有去看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部分？例如 OB 是闪光，什么意思？ Highlight 都看闪光吗？没有没有，是我跟我在那边有遇到戏，我们第一天有去在那个电竞馆。对。对啊，第一场的时候，因为两边刚好都有出那个闪光，然后
因为闪光他们就刺客阵嘛，所以闪光会去抓一些对面后排，但是对面的闪光也会抓。对对对。然后他们有时候闪光会遇到两个闪光在那边对射这样子，射很久。然后我那天在那边看，我想说这 OB 看闪光是不是看得有点久？他 OB 就是刚好没有接，然后刚好没有接到，然后旁边就突然跳了13个人这样，可是他就都没有带到，都是闪光第一场，就第一场而已。我想说。因为我觉得一个画面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不会超过10秒。是。对啊，可是他们那个两个对射，我看一下，大概两边各换了4次弹夹，都还没有接画面，然后两个人嘘，然后伸过去，然后回缩，然后吃血包这样，然后啊，我想说，点上不看一下。对啊，不过那只有第一场而已，后面就好蛮多的。那个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就是要训练的，就是这个是训练，这个真的是要训练，那不是说你很强，或者是你是选手来，你就一定可以切得好这样。那当下的判断很难啊。对啊，比较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哦？这个地方有精彩的，对对对对对，那个要你真的弄了很多比赛，就是 OB 人当了很多比赛，而且国外那种比较专业的干嘛，他应该都是复数的 OB 在在看，对对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总监控的会要决定说这个时候要切这个人的。画面，比如说某些人他只顾某个特定的地方，是对，或者是什么会站的地方这样，然后那个有个大的 OB 才会控说啊，那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这边交战的话，那应该是这个人的画面之类的，反正就是一定会慢慢改善，慢慢来。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应该会更精彩，这样子。真的真的。是的。好啦，接下来的话是不是要到我们的换装时间了？换装时间，换装时间到。好，换装时间。好，等一下就会出现我们特别来宾。哇塞，这个是这完全这跟拿一个黑布盖起来没什么两样。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哦，赶时间，赶时间。高铁要来不及了，这样。哎，现在哪个？哦，哇塞， okay, 我要自己上妆，这也是蛮好的。这样我还看得见吗？哎，这个颜色不对啊。靠。哦，啊！救我过！你行不行啊？我很紧张哎，我第一次贴六碳哎。哎呦，来来来，哎，超可以的！哇塞！快点啦，还有什么 ？OK。还有点什么？那也可以贴到鼻头吗？可以。我建议要。今天换装大概要半小时，然后大家要等一下。对，今天换装大概是11:55的时候才会再打开这个荧幕。我这应该是淡定红茶吧？你搞错了吧？我要是要画两个字。哎，超像的，真的吗？真的。原式呢？我很少 cos， 不要骗我。另外一位是盲人吗？你坐这吗？嗨，你好。其实我看不太清楚，所以我直接是坐下来的吗？还没好。这是谁吃啊？这是星际大战吗？好了好了，好了 ，OK。好了。好的。哇塞，好忙啊、喔。好黑哦、喔。把外套脱掉。那这里有麦克风。哦，好哦，等一下，来了来了。还没。哇塞。我要它喷走了。对，好，这怎么贴啊？什么鬼啊？贴到我。哎，你这样拿着丢，拿着丢。要爆麦啦！然后我怕做的事情，快让我被吸了。好。最拮据的节目。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了。不，请问是谁在吹啊？因为我眼睛现在有点看不见，你知道吗？不好意思，我也看不太清。什么毛病？还蛮会吹的，很会很会。不是，我看一下脚本好不好？越来越好衰。你看起来阴影笼罩在你头上。哦，那个，欢迎聂宝。欢迎我们今天来宾聂宝。由于 West Days， 由于 West Days。
公三小，我也不知道公三小，我是讲的话我又不能讲。好，你这哪是原事啊？有啊，你这是来干嘛？不是耍我？这东西又不是我准备的。哦，还可以，有飞镖，有飞镖啊，有飞镖，对，这是威力折的哦，哇，折的好棒哦，还不错不错。打开来是那个烧肉叉烧，还有鸡腿便当。我不理你了，我要来问你问题了。啊，没有问题。OK， 但是这个其实有点重，有点重，是不是？对对对，我觉得还脱下来好了。好不？好不？不行啦，不行不行，你要带回去。他说等不行。真的吗？你就这样带一整天哦。你要带到5月8号。好吧。到5月8号。好，可以来。好 ，OK。好，聂宝经营情况蛮久了，后来透过 Overwatch 获得了注目，心中就有什么心路历程？心路历程，前面是我问没错。对。我是在那里，你已经没办法开搞了，是不是？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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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当然，最辛苦的当然是从 Only Watch 变成 Overwatch 的这一段期间。哦，对，是等待这个游戏的时间。因为当初的那个资格很少。哎，对对，我们大概在2015年的10月，然后开始有序号。不过台湾的拿到序号的大概只有20-30个人，非常的少，非常稀少。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像是中国那边的论坛，然后拿到账号，而且是借来的。哦，我知道，我知道，對對對，我记得，我记得，对，那个账号叫 BillZZZ。那个在那个之前，你大部分是打，比如说什么英霸啊什么的，对不对？哦，暴雪英霸，我之前是专心暴雪英霸。对嘛？对。我原本是从 LOL 跳到同一个 DOTA 游戏，然后想说，能不能就是混一下？不是混一下，是指能不能在这边经营，慢慢的经营起来，找到另一个春天，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我好啊，我好啊，可以可以可以。你等下微师很高兴的时候，你的睫毛还会在吗？没有，睫毛很多，没关系，可以画眼线。没有啊。做点反应吗？你看你不开心哎。你看睫毛不开心。其实那个我这样讲话会不会有回音啊？就 echo。没差，没差，是不是？好，没差。就是很克拉星吗？谁是克拉星啊？武生。好，下一题。最近聂宝担任 Overwatch 太平洋职业锦标赛的分析师，对自己表现打几分呢？以这个很久没播比赛的结果来说，我觉得60分，60分算及格，及格，因为至少不会怯场。哦，对，有马甲，但最迟太多了，所以要改进一下。慢慢来啦，慢慢来，慢慢来，真的。我看你最近又开始有开始玩，然后打看一些比赛，然后直播之类的。其实还看蛮多的，就要精进自己的那个。没有错，精进自己的大局观。没错。还有垃圾话。好，不对啊，你刚才说最词太多，现在要加垃圾话。不是，我说垃圾话是指这个连接词。连接对，就是让我换场的能力之类的，接起来会变顺一点。是。那你现在是向往朝赛品前进吗？应该说从我转游戏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要当赛品。哦，因为你以前也是有当过那个暴雪的，暴雪英霸的。当初是想说两款游戏同时经营，然后同时都可以跨赛品。结果我发现你要同时专心两款游戏好难哦。真的啦，真的。后来回去打英霸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太行了。而且你同时专注两款，就算你真的做得很棒，可是还是会有人说。你这样子不够专业，对不对？因为你跨两款，人家会说抢饭吃。所以当然也可以选择走主播路线。啊，对对对。你之前有参与那个 Overwatch 台日挑战赛，现在有还会有打比赛的想法吗？没有，现在是没有。其实当初有两条路可以选，就是成为专精走实况呢，还是可以去打比赛。然后其实当初有点抉择啦，因为其实。跟着那些老前辈一起打比赛，我觉得就是机会难得，因为说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有这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有机会跟一些前辈一起比赛，对对对对，但是真的是不错。但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都是一定，因为都是电竞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业界已经很久了，甚至还有很蛮多同学，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考虑说，最后还是当实况组。只是选择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所以说未来你不近期内不会再考虑再回去打比赛部分？是不会啊。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玩游戏，所以比赛的话就会用太多的练习时间，会选择。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影片，可以请你试讲一下现场状况，可以吗？没有问题。那你现在看得到吗？播报一下。没有戴眼镜，有点看不太到。没戴眼镜看不到，是不是？绿色的吗？
那就请你脱下来好了。好，不好意思，我可以换了吗？可以可以可以，解禁解禁。这好累哦，哎、欸，头好痛哦。你会不会觉得里面很热啊？哎、欸，终于出来了。对，终于出来了。哦，原来是聂宝啊，没有。可以让我们欢迎聂宝再一次。哎，欢迎聂宝。欢迎聂宝。我现在还跑出来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影片吧。激战激战，讲解激战激战，还来开始，这是精彩重播。不是，我现在有点懵逼，我想说是别的东西。好，我就不知道我想什么。我们现在是 Kiss， 现在是大师兄。啊，没了。所以这刚刚是要干嘛？你要转播他们的东西。你要转播，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不对啊，分析师也不用讲精彩重播好了。抢狗狗亲亲，我觉得有点困难。来不及，没办法，我们这边就是准备，都准备很过分的东西。你可以记住他的脸，下次再一次，你就不要来。到底？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他们没有什么脚舞太多的招式啊，他们只用嘴巴在那边听来听去的，啊，左右手，他们在干什么东西？好厉害厉害厉害！你们给的影片真的太快了，好歹也给个什么会战搂子，哎，搂也可以啊，好不好？不好意思，我们只有动物影片。哦，也是哦。不好说。哎 ，NL 在哎 ，NL 跟聂宝之前有在打比赛吗？那有没有什么好笑的 match 可以分享？好笑 match 是什么东西？就是比赛当下大家在讲的哦，那种。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在那个世界赛集训的时候嘛。是。对 对, 對，就。我们在讨论期间就会讲蛮多，但说到好笑的，其实我都忘记。啊，对对对，当下会有吗？啊，当下会有。哦，有，就是那个沙梗就是用一台萤幕嘛，然后结果他打了一整天才发现，原来他用的不是144赫兹的萤幕，然后他就被呛说你是木眼是不是？就是平常他有没有疑似是根本没有差的，哎，对，根本这种感觉不出来。其实那个差距是有的，如果有差，有用144赫兹的荧幕，都应该都是他就没差，对，感觉得出来。然后就他的眼力已经老化了，一整天了，然后后来还是把它调回来。对，原来是这样。NL 有吗？我自己的话就是比较多那种算干话那种吧，就是可能或者就是尿急，然后一直求队友可不可以赶快比完。这样子，你说比赛途中？对，比赛途中，我要尿尿，赶快结束好不好？然后就有人说，哎，我们等下，我们拆慢一点，让他憋一下。超过分的，就是故意的，讲干话，真的，还蛮好笑。一场游戏一个小时太久，我们慢慢打，我们慢慢打，这样，大不急，真的。那聂宝曾在 TGS 当了，就是之前有当攻读的经验嘛？那后来以实况组的身份来进入 TGS， 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一些想法？哦，我觉得这是每个有些人毕竟的阶段啊，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在看你实况，但其实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我玩一款游戏，我把它玩完之后，我上传到 YouTube，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可以看我自己玩的游戏过程，我就觉得说算是一种回忆吧，然后是分享给别人说，哦，这个剧情很棒，然后你可以去玩。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做，可能做个2到3年，然后后来就是找到一款自己喜欢经营的游戏，把它弄起来。像《斗争特工》也是慢慢的做，对，因为像我是在去年的二三月，我开始就写一些心得攻略，对，然后把每个角色的大概的玩法都介绍一遍，然后我就是放到 YouTube， 我就没有管它。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有人去看，或者是有新手进入之后，哎，就是说我想要了解这款游戏在玩什么，但我没有账号，所以我就先去自己把它整理一遍。那现在影片是变得比较少了，有点懒，但是还是有一些啦。你在做什么样的功课，让你好去整理这一段影片，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功课哦，因为之前是有合作做教学影片的，然后后来是因为当兵以及世界赛的关系，所以就中断了一阵子。然后后来也是花了蛮久时间把手感找回来。你当兵在 Overwatch 之前吗？在世界赛之后。哦，是啊，12月中到1月初了。哦，当然这个
这个等下要表现之后泡松，我们才当十二天那边笑就行、是，只是先剪个头发的。有，一定就还是有完全没有碰到东西的时候，對對對会影响很。我就从一个大师变到钻石的这种 level，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打回了宗师。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选手，不管什么游戏的选手，只要去当兵之后再回来，就是另外一片天了。兵役就是选手杀手了，算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所以之前才有那个替代役啊，也不错啊。哦，电竞替代役对不对？对。所以一开始虽然是退役选手去弄那些，但是我觉得只要以这个长期的观点来看，就可能5到10年，对不对？因为可能未来。现在有个选手是国中、高中，不高中生类似啊、那可能他就可以有这个机会用。哦，对啊，因为你比较年轻的嘛。是。像我们这次太平洋联赛里面就有一个是叫 Bacon Jeff， 他是他可能还18、19岁，还有一个叫仲吉，他也才16岁，对不对？那他才16岁啊，他未来就有机会用到这个。对啊。因为一般职业选手去脱兵役都是上什么空中大学给钱，对，就是一直拖，拖延，对。没错，16岁 ，so young， 好年轻，这小鲜肉啊，好像是我们队的，对，对啊，是，那就是聂宝目前还是牡丹哥，你有没有在就是当实况组的过程中，觉得说你的异性缘有特别上升，或者是更多的女粉丝加入？其实这个嘛，好像有啊。有啊，就播客比赛的时候，会有女生找我拍照，多少会有女生在台下脱光，只有你看她一眼。当然有，你也要看我。不是我，这个没有，这也太夸张了吧？他在公开场合这样子。你是摇滚歌手吗？下面女生直接把衣服掀开来的。那我都没那么夸张。也是。那有没有啊？有没有什么对象之恋？你会选择跟观众在一起吗？不会。不一定，还是不一定吧。缘分，看缘分，缘分就是不好说。这跟办账的基础是一样的，还是有机会，大家有机会，有机会，大家有机会，有机会，大家50%，好，我们来这边的人都要接受快问快答。好，来，好，所以我们来快问快答喽。就由 N 聊来问你快问快答的部分。好，准备好了吗？好，来，一二三，第一题哦，聂宝的名字由来？由来，高中老师念错，所以原本是念什么？原有一个同学叫聂宝，王宝安，然后就叫成聂宝安了，就变聂宝。哦，真的、哦，就蛮白痴。我还以为你真的姓聂，我是姓聂的、啊。哦，你是姓聂的、哦，是他把我的他把姓跟名念错。哦，别他念到你的姓，宝是别人的，对，然后结果就变成聂宝了。哦，就从高一叫到高三，然后后来就沿用，蛮特别。平常最爱看谁的实况？最爱看中打，毕竟同个游戏嘛，对不对？然后 Overwatch。女生的理想型是怎样？理想型是，哇，真是快问快答哈，瘦漂亮，普遍大家喜欢的。哎、欸，是。用低把的声音讲，聂宝爱你哦、喔，聂宝爱你哦、喔。低把这样对吗？你可以他就算怎么学也不会像低把。也是。而且他现在已经呈现一个很奇妙的姿势，你知道吗？他现在这样子。对啊，不是要快问快答吗？好，继续。有一天沙梗对你说，其实你才是我的最爱，你会什么反应？优格给我。啊！完了！你们刚刚前面讨论到的公众人物的部分，就像那样失言了。失言，这段精华被放大。希望沙梗不要看这个直播。我知道他现在在开直播了，这应该是。那导播等一下，他就把这一段 highlight 起来。哎，不要！千万不要，直接这一段精华。好，下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差点讲出来。哎、啊，又不错、哦。没有，你原本想讲什么？泰森啊，讲的别人的，别人的吧，别人的偷来用一下。最近最想买什么？想买，日本的机票。好。用台语唱出小幸运的这段歌词。你是我的小，还没音乐还没来，音乐还没下，要等一下我们音乐来。OK。你喜欢你李星云，其实跟翻译韩文一样困难。你台语好吗？对啊，你台语是好的。你会讲台语？那怎么会有这一题啊？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边题目都是乱出来的。没有，我们上面有一个快问快答产生题，我们这边的制作单位都是直接播出来的。好的，直接复制贴上。台语高手 ，You are my little secret。台语。哦，对。好，下一题。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帅？拍照的时候。手机通讯录的第一人是谁？第一人是姐姐。SHE 加苏打绿加五月天人数有几个？十一个。错了。错。五月天五个，苏打绿一个，那还有谁？苏打绿只有一个。苏打绿是不是？那是青松才是一个。哦哦是。他单飞。苏打绿有四个。没有，其实苏打绿有六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六个啊，我知道他们是一个。人那么多干嘛？他只在乎一个。失言。对不起，要被截了。还是对不起，对不起。口臭跟脚臭选择哪一个？口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嘴巴都臭的、啊。你说嘴巴很香是不是？会吗？还好吧。大家嘴巴都是臭的、啊，可是脚臭可以用鞋子挡起来。对，我觉得口臭有点太长了。口臭感觉就是只要面对到别人的时候都会很尴尬，脚臭好像不会被发现。还是你都用脚跟人家对话？我刚吃过咸酥鸡，有没有？要加蒜子才会。可以了，可以了。他想要让你尝试一下。最想跟谁演吻戏？沙梗、小鬼、中打。中打。那是个中打哎，好怪的问题，中大粉，好恐怖的问题啊！身体最硬的部分在哪里？头。那最软的部分在哪里？头。你头是？你这个头无法无影，手指头啊，手指头 OK。最能屈能伸的地方是哪里？这什么烂问题啊！我是国小的，国小才会被问这种问题，好不好？是。人都躲光了，你知道吗？刚刚不是超多人吗？现在人都闪光了，你知道吗？我们手指头，中间这一段应该是妈的饮料那个封膜上面的那种烂问题了。早餐店饮料上面一句话 Q&A， 没错。没事，继续。什么样的第一次让你最难忘？比赛的第一次是赢的还是输的？第一次哦，好难忘，就是非常难过。为什么那天艾希瓦的没有右转，没有杀到那只蓝露珠？所以也记太久了吧？什么？真的是战犯吗？对，为什么我没有瞄准？撞到胎毛，杀不死胎毛，我好难过。你是直接把那个观众留言拿出来讲？你怎么没有右转之类的？有吗？也是。哎，算了算了，都过了，都过了，好说，好久。好，下一题，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会变成什么？小孩？这什么烂观？这真的是那个？没有，我自己看我也觉得。饮料杯，下一个，饮料杯上面的答案是两个人，答案两个人啊，这也是哦。我先撕掉这一张。请做一个最丑的鬼脸，够丑吧？你也把表情包来喽。大家截个，这是我当兵的结果，算合格，算合格，三下巴。可是我觉得你旁边那个看起来比较厉害，啊，真的吗？我会觉得看起来蛮厉害。这是用道具辅助，所以不一样。我蛮喜欢他的新项链的，我觉得他新项链看起来非常有型。说出三个可以舔的东西，手脚头，手脚头，头怎么头可以舔啊？范围很广，头别人的头，我又讲到头了，不好意思。脚是谁啊？你什么都往里填，可是身体是最可以、最可以比较好。好好好，请演一段乡土剧八点档的戏码，三二一之后演。好，来三二一，下面歪手，那家宝气啊。我的心，哎，没了。我以为你很会，然后直接舔，直接舔。我想说这么快，因为平常就有这样子，太快了。难怪才刚进我的内心，一秒就入戏。啊，跟女生讲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嘿，你好。啊，可以，还蛮大方的，有点轻浮，还好啊，又又没有，有些女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啊，就是比较那个开朗一点。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哇，最大的优点是随便，
随便是优点，随好。缺点就是太大意了。缺点就可以这样讲，不太容易观察。嗯，有点粗线条。上大号后发现没有卫生纸怎么办？夹紧去找新天地。也可以，不错。要看那个大便是硬的还是湿的。也是。硬的怎么办？硬的就还好，硬的就是干。湿的怎么办？湿的，在里面蹲到它变硬了再出去。有道理，还是想办法找纸啊，对。啊，觉得骂人最凶的词是什么？哇，可以讲吗？可以。不要好。我有点害怕。你想那么久，我有点害怕。按营养。多久可以睡着？一小时。哦，所以你是在床上要躺一下的人，是吧？对，要酝酿一小时，要酝酿，要看状况，真的。所以如果被打晕就可以直接睡着。哎，还好，躺下去比较不容易被吵。上次我上次去大阪跟古拉睡一间，然后就我打呼，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打呼，然后就古拉就是他睡不着，好像那一整天他就是失眠，然后一直到隔天，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跟我爸睡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后来别人打呼我就觉得没事啊，因为我爸就这样，或者是自食式打法，对，好像卡了一只，都是他先睡，我来睡，卡一只那个鱼在喉咙里面，直接从没有，我觉得他整个人都会是音箱，哎，就那种打呼的人，他整个人可以一起共鸣，对，用全身来共鸣的，真的。好，还有下一题吗？还有那么多题，有，很多，快了，快了。如果要你演古装剧，想演谁？哇，秦始皇，聂宝秦始皇，你能想象吗？好酷哦，是古装人物这么多人选秦始皇，想虐待人吗？朱蒙也不错，只是朱蒙是韩国武装剧里面有一个，他算是皇帝的小妾生的孩子，然后他也是慢慢努力变强，然后后来就是变成高丽的国王，所以这是韩国的古装剧的角色。那个影片我看，应该说那个古装剧我看很久，小时候看到大，酷哎，真的。下一题，如果让你当一天狗仔，你最想跟拍谁？想一下，哇，这个好难哦，你要起码要跟拍正妹，我想一下哪个够正，够正的，我劝你想清楚。好危险哦！忠告，好危险哦！我劝你。那我讲个中打好了，意思。可以。退群最强美女。对，美女。喜欢三角裤还是四角裤？三角裤。哦。但男生我喜欢穿四角裤，但我喜欢女生穿三角裤。这个话是你喜欢穿，这个是问你自己啊。我不想说，我记住一点啊。我想说这么特别好吗？我想说，回答的好低调。大家都喜欢女生穿三角裤啊，这是你要问聊天没有啊？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我想说，只有我在穿四角裤吗？好吗？所以尊重你，真的。体谅这个社会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说，假如是你穿什么都 OK， 是不是？啊，恶心，猥琐，猥琐，真心话啊。用性感、暴气、可爱这三种语气说出“尝尝我的龙神之剑”。怎样？性好，先用性感，先性感。好，第一卡。帽子，剑，还要戴帽子是吗？要啊，整套啦。还有你的武神呢？等一下，这个会压到。尝尝我的性感之龙神，尝尝我的龙神之剑，还可以吧？可以，暴气是？这哪是性感啊？这个是。妖艳老公啊！啊，不然你想怎样嘛？没关系，刚好这个情绪来暴气了，你现在可以暴气了。等一下，这招，暴气是不是？对。尝尝我的龙门之剑啦！好，可不可以？哇，突然暴气。有时候那个打 rank 的时候，火气就会上来。像我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队友就很奇怪，他说莱茵，然后莱茵哈特，然后不是他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他一直说什么金枪秋什么失败，太危机啊！什么金枪秋，他自己那边没有说出，怀疑都没有说出，在搞什么东西？好，冷静，好，对。好，接下来第三个可爱的语气。好可爱，刚暴气完不会可爱。
尝尝我的女生之间。哦。有那么好笑吗？后面后劲好强。好了，可以不用带了，可以不用带。这好闷哦，这好闷哦。以后要放一个氧气桶在那边啊，快了快了，我就到这边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够多了。对，接下来我们还是一个就是非常，我们是一个正常且优质的节目。对，我们是个正，我们是这个正常的新闻节目。是是。那不好意思，我降低了贵节目的品。不会，不好意思。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播一下我们的新闻，Game Boss新鲜事。好，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是 PewDiePie 跨足 Twitch 开定期实况的节目了，来看下字卡啊。PewDiePie 在最新一部影片呢，感叹 YouTube 早期的趣味，然后观看性已经好景不在，同时揭开了他在 Twitch 平台的新计划。截稿前已经累积92,410个追随者，他才开第一次台而已。就算观台，还有不少粉丝在频道聊天室留言互动，真是没办法，最强 YouTuber 这个是不得了啊，人气真的很高，没错。所以他其实即使转平台，很多人都会那种人数下降。对啊，他其实人数也会下降，但是他下降之后人数还是很高这样子。对啊，所以他是 YouTube 订阅最多的，好像是吧？好像是，一定是前三名，至少一定前三名，每一年都至少是前三名，全世界前三名。但因为之前一些事件，所以导致于他现在就是转平台这样子，然后他就跑到 Twitch 来做直播。大家平常会看 PewDiePie 的影片吗？有吗？不会常看。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赛马的，就是他玩一个赛马，他玩一个日本赛马二，然后他的那个游戏内容很无厘头，就是明明有一匹马他是人扮的，然后没有人发现，然后还有马是熊猫，马是大象，他好像蛮常玩这种无厘头游戏。然后你们有看过吗？我有看过，但是基本上都是别人翻译过的版本。哇，对，因为已经有那种专业或者是有一些团体是专门在帮 PewDiePie 翻译的，对。所以说我可能就有时候会无聊呢，就看一下这样子。我其实去 PewDiePie 自己的频道里面，你把那个字幕打开的话，应该也是有中文的。是，对，应该都是有那个中文的。因为我，对啊，我自己也蛮常看 YouTube 的，所以我也看蛮多的。基本上他的新影片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这样子。那 NL 呢？我自己比较少看他的，我是看台湾跟日本的 YouTube 比较多。对。没错，经过之前的犹太事件嘛，啊 ，PewDiePie 算是，我觉得也不算重辟新跑道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是 Twitch 就是邀请他来合作这样，就是一个转换跑道，直播可以用，对啊，就试试看这样子。那这边问说，大家有想过自己会换新跑道当 YouTuber 看看吗 ？YouTuber， 其实我 YouTuber 一直都有在经营，然后现在大概六万多。六万块七万，哦，有很多，对，所以我慢慢的经营起来，因为我是在打完台日就看慢慢从20,000变到30,000，然后现在就是慢慢有在持续做影片。其实我大部分的影片都是，跟斗阵的新消息啊，不然就是实战影片，就可能放个莱因哈特或温斯顿的影片上去，比较多这种，或者是我很喜欢破新游戏，所以一旦我破。把游戏破完之后，我就直接丢到 YouTube 上面，然后剪成那个精华，哎，没有剪成精华，就是分段剪辑，然后把结局弄出来。所以就是会把完整的流程放上去。对，这样是可以，一方面是经营斗阵嘛，然后也可以经营那种加机实况。对，就两个可以兼顾这样。我有点后悔买 Nintendo Switch， 真的后悔？怎么说？应该说，我比较是喜欢快餐式的玩法。然后萨尔达不适合我，然后班图 Switch 没有朋友嘛，然后再来是马里奥赛车，啊，剩下的人都不用玩了，我们强化他强化版的嘛，所以不想玩嘛，然后啊会玩，但是他的 CP 值不高啦，以现在来说，对，游戏还出不够啦，我觉得应该还要再看今年，就是一整年嘛，所以他应该还会在每一个月推出不同的活动。我最不爽的就是那个轰炸超人居然会累个，哇！哦，对啊，好扯哦。它是一个 bug 吗？就是优化没有做好。然后我买数位版，苦笑，苦主，千万不要买炸弹超人，谢谢，千万不要买，真的。那厂商不要急我。你们其他人有 YouTube 频道吗？我现在有 YouTube 频道，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不太会剪影片，所以说我现在可能都是请一些小帮手，只是帮我把整段的，比如说实况，
然后从头第一集，可能人中之龙好了，第一集，然后到最后结局这样全部一起放上去，只是说我还没有做 highlight 的影片，可能未来吧。超长的影片，对。然后大家可能是没有追到，就是可能我的首播的，可能会去看，去看游戏存档，因为毕竟退群它的那个存档量除了 highlight 以外，它其实会过期的。对啊，对。所以说他们就会去看 YouTube。不过上传人龙要小心，因为只要跟 Sega 有关的，就是你上传剧影片，就容易被锁，没错，比较容易。居然是这样，像我的 Sega 出的都要注比较，像我人龙六的全部影片都没了，直接是被下架，哎，对对对，没错，一段也是，所以我就很难过。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时候要注意，真的要小心，对，还蛮多版权的。有一个我没被删啦，就是视讯聊天室那个影片，你是视讯放比较大这样？不是，是跟那个游戏里面的 AV 女优视讯。哦，那一段没被删。没有被删。没有，大家也是想看那一段。那段是小游戏部分的，对。然后那一段真的是最多的。对，有那个冲田杏梨，还有山上优雅。我为什么记得名字？哇，是记得超级清楚。没有记得。而且你有玩？有人说你有玩家机吗？我没有。有人说我记性比较好。记性比较好，所以你有把那个通破完就对了。哎，对，把。我比较不小心，就是我本来说什么直冲主线，直冲大结局。没有，你是直冲那山上，直冲小游戏 ，Sega 广场的那个转角进了去，进去对 Sega 然后就不出来了，这样子沉浸在里面，好难过。OK， 所以好，那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好了，昔日直播的重镇 Ustream 品牌消灭。想消灭太怪，就是被并购嘛，更名为 IBM Cloud Video。我看下字卡。好，那个2016年1月被 IBM 以1.3亿美元并购的云端影音串流商 Ustream 日前确认 Ustream 品牌正式消灭，现已更名 IBM Cloud Video， 巩固其云端影片服务。大家有听过 Ustream 这个直播平台吗？曾经使用过吗？有吗？我听过，但是没有用过。我是没有听过。以前我最早在直播的时候。就是 Twitch 的前身 Justin TV 跟 Ustream 两家，就这两家。然后，可是 Justin TV 跟那个 Ustream 这两家都有一个很麻烦，就是他为了要赚钱，我觉得想要把这个交代撕一个起来。好，我觉得他黏着了，小心慢慢撕。哎咻，好，看有没有毛，超多毛，哎，好多，是假的。好。收集起来，然后回去卖，说，哎，这是六碳的。然后那个，他们当像现在 Twitch 他的那个收益的模式是说，他开这个订阅，所以观众订阅那个实况组，然后 Twitch 从中获利嘛，这样子。可是以前不是，以前他们的想法是，他会限制一些功能，所以你没办法正常看，就是一定要订阅。对，那可能就比如说是流量上，比如说 Justin TV 就是你这个频道如果过200个、100个人来看。你就有机会被踢掉，就你看一半你就会被踢掉，他就要你买就是现在的 Turbo 这样。他有点像是我今天排队，然后之后前面的人可以进去。不一定，因为有可能是前面的人被踢掉，随机的这样子。所以而且通常就也不一定随机，反正就是过200个人之后就可能很多，反正很多人都不看。这样就很像一个付费频道。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YouTube 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对啊，所以我觉得会被淘汰掉。如果有第二个影音平台的话，会把它挤掉，说，哎，我这边免费。对，免费的。对啊，免费哦，来。所以那个时候，那个 Justin TV 他那个直播的那个界面比较友善，还有聊天什么干嘛也稍微比较友善。然后他付费机制也跟 Ustream 差不多，然后大家就台湾啊，台湾比较多人用 Justin TV 这样子。哦，所以在台湾来讲，应该比较少人用 Ustream。对啊，不过我以前也是有用过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要观众没办法看，所以那个时候有人会一次开直播，但是一次上传到两边，这样会不会被？所以你，可是以前被编就在创账号啊，哦，就觉得没什么差，对，没什么差。所以有些现在Twitch的 ID 后面还有换数字的，是早期被编掉的，哦，早期被编过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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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没有错，对。然后那个有时候以前就会上两台，所以你Justin TV 被。踢掉你就跑去 YouTube 看这样子，就你两边轮流洗这样子，对啊。不过，哎，都过时了，现在都是很多，现在大家都会要高画质啊。以前不是所有的画质就是不给你看，
就是可能啊，你只能看360P 这样之类的，就是对对对，反正限制某些功能，就是要限制，因为他们最大的那个支出，公司最大的支出就是流量，没错，所以让少一点人看，所以流量就会变比较小一点。那你要看你就付钱，那就可以就补足我的那个支出的部分嘛，要不然就是我就降画质，降画质大家流量也比较低，所以就是锁就行。没错，使用者付费啦，真的，总之他现在变成 IBM Cloud Video 啦，就正式拜拜了。好，下一则新闻， Twitch 开放频道下单买游戏， Twitch 伙伴才能抽5%。这边有上下字卡。今年三月提到 Twitch 在看直播下单买游戏的功能，五日已经陆续在各国上线了，观众都可以经由频道的视窗直接购买观看中的游戏产品。话说，我们这几位应该大家也都是就是 Twitch partner 嘛，那有没有想说试试看这个功能？ Yeah.没有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有点悬啊，是去粉刺啊这个。刚刚其实聊天是在前面半个小时，他们一直在讨论说你到底撕下来之后眉毛会不会不见，或是睫毛会不会不见。不会啊，眉毛很浓密，好不好？然后他们就说，就有其他小编上去回。你贴妙笔贴，妙笔贴，这个是妙笔贴，好像睡前的状况啊。然后现在正在打字，夹记得有那个收缩仪，拿起来啊，拍一下收敛这样子，还是先点水烟枪，然后把那个拔起来，就留这个好了。你们会想要试试看吗？就是这一个功能，你说拔，哦，我跟你说拔粉刺，对对，你想试试看，就是那个小编拜托再给一条。对，要我先说好，我觉得这个要进入有点困难，就是。可能要等这个市场成熟之后才开始用。哦，就是也是有道理。六碳的话，我都不会用啊，不会用，我都不会用。我平常连游戏分类都不打。是啊。对啊，我连玩什么游戏我都不跟人家讲，所以我都。那聊天室里面不会一直有人问说，哎，六碳，你今天在玩那什么游戏啊？就其他观众会那个啊。哦，他们都很好心，就对了。没有，就都会骂他。没有啦。就是说你是霸气吗？没有啦，我大部分都直接打在标题上了。嗯，没有，我不打分类，是不喜欢外国人进来。因为打好像被检举。不会，没有，都不分类，完全不分类，都不挂就不会。你不要，你不要分错类才会。对，你不要挂错的就好了。这样是。一般挂分类就是有没有粉丝？没有粉丝，怎么可能啊？对啊，所以我因为我不是玩热门游戏，比较。应该也不是说不玩热门游戏，就是说我平常什么游戏都会玩，而有时候会玩一些没那么热门的游戏。但是如果你挂上分类的话，因为刚好可能开的人数也稍微高一点，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晚上开，就是国外就比较没什么人开。Is this pro gamer？ 然后之类的，然后进来之后就会觉得说，他们就点那个游戏分类，就发现最高的是一个就台湾的，就不是外国人啊，就会想要进来闹。那我就是想说，哎，我就是尽量以减少聊天室纷争为主，不管是国内外，所以我都不挂这样子。那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你可能那个追随数要到可能一天或者半小时。有，我有开啊，我有开，我那个功能蛮好用，也是减少被钓鱼的。哎，对对对，比较少钓鱼的。其实有那个功能之后，应该就可以挂分类了啦，我觉得。因为我就直接开一天啊，就是追一天才可以发言。会有时候什么看到英灵战车都很烦。但是你有看到，就是你们有开那个，就是说它会显示说即时谁追随什么干嘛的，你们有开那个东西可以看。追随的没有。你是说跳出来吗？没有跳出来，就是旁边有，你也可以设定跳出来。然后我没有跳出来，我旁边有个视窗，可是我会看到。哦，我知道。谁追随你？我最近看到会有那种，比如说那个英文叫涅宝好了，随便，然后就是涅宝，然后。后面就一堆数字，然后一次追随我100个吧。一次追随你100个？广告预备军。对啊，那也太可怕了。对啊，就比如说希尔，然后后面什么五六七八九十这样，然后呢七八九十，然后就超多数字，然后一次就跳，就希尔数字人大军。对，然后一次跳出来这样，我想说哇，这很广告预备军的这些。但是你没有买广告，他们怎么加进来？不是，就是说他们是那种机器人办的账号，然后就疯狂的去。集体去追随嘛，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开那个追随者模式嘛，是。然后等到他们就追随到了之后，那些就可以，他们一样是机器在跑了，一直让他们发言嘛，所以他们连追随的功能也写进去了，这样子。这还蛮奇妙的。超烦的，所以过一段时间他还是会，他就会开始洗，就是会有机器人，对啊，色情网站那种。机器人会跑进来之类的，我看过最多的是什么？哇哦，女朋友哇！对，哇哦，女朋友啊，他会看你是什么语气，还换那个，哇哦 ，your girlfriend， 然后呢，如果你是中文语气，讲哇哦，女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啊，中文这是什么？这是你妈这样一个连接，傻眼。
真的抽奖大军，他们也是进来当分母的，且顺便把你的真的奖品都抽走。抽奖仔也有，也有这个100个账号进来抽，比较容易中。他们是机器人，然后我在办抽奖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进来打字，哪有那么厉害啊？抽奖仔，谁受得了？职业抽奖仔。OK， 那再来下一则新闻。好，下一则新闻 ，LMS 史上第一个完全比赛，网友直呼我狼威武。哎呀，卡。好，所以是零败记录是不是？不止啊，没有，是完全比赛就是他们没有那一场啦，应该是那一场，就是没有吊塔，没有死人，没有吊龙那些的，好夸张，就是完全剃光头的意思，连塔都没掉，夸张哎，完全剃光头，那就是归到底啊，两边都归到底啊，因为他知道我的对手好强哦，那我就不能死，就不死就是背叛塔。有这种感觉没有？其实杀很多啊，不是零死吗？零死哦，是其中一边零赢的那一边零死，我以为是两边都零杀零杀零助攻，我想说零杀零零助攻，那要怎么赢这个？太深了，这两边狂换家，快点，我们都不要打，直接走过去，砍着塔过去这样子。有了，赢吧，赢吧，他们18-0。哦、oh. ，就是一边杀了18个头那样。没有，你刚刚讲的方式夸张，大概只有拔对方网路线才做得到，你知道吗？我想说，怎么对方直接下线？刚刚看到最后面是什么零头零杀，然后哎，没有拔网路线，拔网路线、啊。对，他们中离了。哎、欸，是蛮夸张的，因为要滚成要在职业的那种水准了，要滚成这样子，对啊，在要滚成这样，就是很不容易耶。失误啦，算是零失误。真的哎，而且起初起码。在世界排行应该有前16或前8吧，我觉得，这样子搞直接碾过去，我觉得很夸张。就是我说碾过这个联赛，碾压、哦，真的，就不愧是在 IE。还有就是因为英雄联盟常常会说，比如说哦，在下面他们比如说 gank 集结杀人，那上路就会趁这个时间，比如说至少推一个塔，然后拿个塔，对对对，就是一个塔都没有就很妙，你知道吗？应该就是长得像三线都爆，直接线上就直接碾压的哦，三个线都碾压这样，应该是那真的是然后枪狗来就送2个这样，枪狗来送要全送，对啊，就全送这样子，全送送好送满。那不止电竞，大家对于这种就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完全比赛？你们之前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真的没看过，因为职业都已经实力不会太悬殊这样子。是，对啊，所以 NL 呢？电竞之外，我就真的比较少看。顶多看篮球吧，可是篮球完全比赛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一分都没有，怎么可能？那你是 NBA 打国小校队吧？这大概只有在学校才看得到吧，完全比赛。太夸张，没错。斗阵是有了，就可能是斗阵封家。我先看封门，对不对？我先看那个斗阵还蛮容易的，就是另外一边可能进攻的时候是有推到底，然后可是。当另外一边换另外一边进攻的时候，他们可能连第一个点都没出来之类的，还蛮常这样子。我之前看过 MSI 小场都是这样子，一个线上赛是欧洲赛区4强，有个队伍叫 NIP， 他们是打多拉多那一段，他们是没有让对手出来，我觉得很夸张，因为那一队有一个很强选手是多拉多，没有让对手出来，没有到没有没有没有到车子前面，那是4强的 level， 所以他就是在那个转角区，他把他压在那区。所以连公车都没过，连公车都没过，就很夸张，而且没有掉头，这是最扯的。哦，没有掉头，哇！斗阵那真的是完全就那对后来就是那也是完全比赛。NIP 对 NIP 什么 Ninja in Pajama？ 不是吗？另外一队，另外一队哦，好，我们下一则新闻，台湾电竞协会理事长施文彬亲临台中闪电狼基地，颁发荣誉战队奖项，这边有3个字卡。他们有合照，就是继总统莅临闪电狼总部之后，台湾电竞协会理事长施文彬特别于5日上午率全体协会前往闪电狼的台中训练基地，颁发荣誉奖杯。NL 跟聂宝之前也都打过比赛嘛，那两位认为什么样的官方帮助是目前电竞团体最需要的？先问聂宝好了。就如刚刚那个我们有提到电竞替代役，是对兵役是每个选手最烦恼的一件事情，真的。因为你进去一年，可能你对这个领域的什么理解就断了，对，整个就切断了。就算你有持续在玩好了，可能也没有办法重回你当时的手感。应该说就是替代役这个，或者是直接免疫，对，会是对选手最大的帮助。
了解了解，就一样是兵役啦，一样兵役啦，对，就是大家以前当选手最烦恼就是看可不可以拖学业，然后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个他们很烦恼，让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专心当选手的唯一一个烦恼。对，你知道你去当兵，你真的就这辈子应该就不能再当选手了，对啊，对啊，而且奇怪，好像家人都要家人支持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结果还要去服一个兵役，其实也是蛮麻烦的，而且这个职业是蛮特殊的嘛，对啊，他协作很，他职业的生命可能真的蛮短，很短，对啊对啊，很短，就刚好是在你可能要当兵这段时间，对对对，就刚好是在这个时间，对啊，不过现在把当兵改成35岁好了，83年是以后，那应该很多人会暴动，你知道吗？他明明要带小孩，然后他出来说，哎，老婆，我明天要去当兵哦，超屌，不过83年是之后的都当4个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都一直改来改去的，都超不清楚。那你如果是大一大二的话，你可以去申请那个暑假兵，只要当2次2个月。哦，就是在你就学的暑假去当兵。对对，暑假，所以利用时间。所以这个变成是要去问那个，你们学校里面的那些怎么说教官吧，是大学里面的教官，问他们比较清楚，或者是直接问。很多选手的年纪根本也还没到上大学啊，对不对？有些可能高中生就已经在参加兵赛了。这么年轻，全部都20岁不到这样子，对，所以，哎，希望大家都可以，那也不是说当兵不好，只是刚好就是卡在那个，就这个职业，对，就特别这个职业就对啊，这个很伤。如果你是其他的那个技艺或者是什么干嘛的，那可能年龄还稍微有的，可是电竞就真的变得很快，你可能当一个兵出来改2个版本，然后就完全变新手了。没错，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先进广告5分钟，过回来。